好，我是小宝，我在贺先生恋恋不忘里头饰演贺为妃。今天我来当小恋爱小老师，回答你们的爱情问题。你觉得什么是爱呢？爸爸爱妈妈。你会用什么方式表达你的喜欢呢？把糖果都给他吃，还有亲亲抱抱。喜欢的人生气了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亲亲抱抱，哄哄他呗。